其实这玩意儿原因也挺简单，你说一个演员要被固定在一个角色上，这玩意儿也不是什么好事，是吧？李连杰呢不甘心只当黄飞鸿，他就急需一个新的角色转型。这时候李连杰和老东家嘉禾呢也是矛盾不断呢 啊于是乎他干脆一咬牙一跺脚，得了，我另起炉灶。他成立自己的公司了，成立自己公司以后，李连杰拍了第一部属于自己的电影《方世玉》。胆战何人？我你都不认识啊？广东省十大杰出青年，无敌神拳。走到街上，这马路上到处大伙都喊着：“黄师傅，请喝茶，师傅。”一开始李连杰挺高兴。但时间一长。